家好，我是何同学。我是一个 UP 主，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。今天是天花板之战，导演跟我说找我来是因为我是数码视频界的天花板。看得出来我们这样的天花板不是很高。其实我还是挺紧张的，因为一会儿讲完就要坐到我们蛋总旁边。导演说你紧张啥呀，你不是采访过很多世界500强的 CEO 吗？我说是啊导演，我确实很想跟这种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打交道。大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应该是我采访过苹果的 CEO 库克，这件事库克才是主角啊，但是大家都夸我啊，说何同学英文真好，人家库克的英文也不差呀。还有很多朋友说啊，何同学的20岁真精彩。哎，快别这么说，库克的60岁更精彩。今年是我拍视频的第5年，但是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第一次发视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很纠结，这个视频不发吧有点可惜，发吧我还没有准备好成名后的生活。所以说最后还是发了。一天后这个视频有整整6个播放，1个转发，我妈转的。我深受打击啊，就把这个视频给删除了。之后我就这个苦苦钻研视频技巧啊，终于让视频的播放量升了上来。所以后面就有朋友问我说，小何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，为什么你每期视频的播放量都这么高？因为播放量低的都被我删掉了。我最火的是我做过一个改造升降桌的视频，那个视频做完以后呢，就是那个升降桌的厂商的市值涨了好几个亿啊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巧合，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有一些公司啊，他就受到了启发，去搞什么升降桌、升降椅，还有升降舞台。结果大家是看到了，舞台是升上来了，评分是降下去了。我还做过一期视频啊，讲的是我做了一个开灯抛球机，它非常的厉害，在我们办公室的任何一个角落它都可以抛一个网球砸到灯的开关上，这样人就不用走过去开灯了。这个视频做了108天，视频发出来之后我们的第一条热评是，何同学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智能开关吗？所以说经常有观众调侃啊，说何同学一更新视频我就知道自己就虚度了几个月，其实何同学自己也虚度了几个月。不过我拍视频还是很认真的啊，经常是拍上100条素材才用一条，同事都不理解，说有必要这么费劲吗？我不说话，给了他一瓶奶，问他好喝吧，他说好喝，我说当然，这是经典娟山有机奶。娟山牛的占比大概只有1%，百里挑一，能不好吗？他说我懂了，我去买经典了，自己继续拍吧。现在很多朋友对我有误解啊，说我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，但其实我更愿意称作自己为一个视频创作者。我的人生目标啊，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可以留下20个被大家记住的视频，15个也可以啊，10个也还行。总之创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要不停的更新，更新不了视频就更新我们的人生目标。最后啊，我们做视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，就是每期视频一定要有一个视觉爆点。但是今天说脱口秀可以有什么视觉上的爆点呢？我就跟导演说，导演我表演一个后空翻吧。导演说太好了，没问题啊。我说导演我有个问题，我不会后空翻呀。所以说我就去跑过学校学，教练说后空翻只有3个动作，跳起来、收、落地，只要你做了这3个动作就一定能翻过去。所以说我鼓起勇气翻了一个，人确实翻过去了，脸落的地。
然后教练很着急啊，小何你没事吧？我说啊，教练我没事，我上的那个节目啊，对脸的要求不是很高。所以说实话，就是我练习时间不是很长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翻过去啊。如果翻过去了，那谢天谢地；如果没翻过去，希望我摔得比较有喜剧效果。我没有翻好啊，但就当给大家拜了个早年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何同学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哎呦呦呦呦，来来来 ，hello hello， 你好你好，欢迎何同学，请坐请坐，也再次欢迎我们领校员范老师。你好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你们好，回归领校员凤凰传奇。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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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采访库克相比，哪个更紧张一点呢？啊，肯定是这个更紧张。真的吗？我怕我脖子断了，我肯定是个更紧张。那会不会让你们你的观众朋友们觉得你不那么科技了，这一个后空翻？我们练习的过程非常的有科技性，我们练的时候身上绑了八根绳子，摆好那种什么高帧率摄像机翻一下，然后翻一分钟，看个半个小时，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了，然后再继续翻。你这是体检的是吗？哎，差不多。啊，欢迎花姐、一哥，你们这看我们这一季的节目了吗？看我跟王冕的表演了吗？啊。你饿什么饿呀？是谁在唱歌？是不是？啊，哎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那就是别人尴尬，特别棒。来说一下本赛段这个天花板挑战赛的规则。天花板挑战赛，本场八位演员已经分成四个1v1对决小组，依次上场表演。每组票数较高的演员将率先晋级半决赛，票数较低的人将回到一层舞台，继续在第八期和其他演员争夺最后进入半决赛的资格。领校员依然是一灯两票，各位观众一人一票，全场满票200票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上场的八位朋友。哎呀，他们这个分组也是非常的惨烈啊！秋瑞、庞博一组。哇、wow.